好像已经一个月了，对不对？一个月的一首歌叫做《你听听就好》，然后这首歌其实是写给失恋的人们听的，还有单恋的人们听的，所以你听这首歌可能会非常有共鸣。那我们就音乐下。
谢谢。你们声音在哪里？谢谢。哇哦，谢谢芷婷带来这么好听的两首歌。那接下来我们要也要选一位粉丝来互动。好。